Game。好的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，你是否还在上分？你是否还在正在前往66号公路？又或是在他妈的，我队友呢？守望 AVI 天下第一舞蹈会之今天过年了还要做视频，好开心，隆重上线。今天的对决双方是来自于中国的实力相声演员，嘴速之快，当世罕见。拥有冰雪美丽、冰雪聪明等绰号的贾小美，以及来自于德国的熔火核心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拿错台本了，来自于德国的 Linecut。 自从来到中国之后，对二人转非常感兴趣，转手绢更是拿手绝活。那我们来看看双方有什么赛前宣言。我贾小美特意前来这个战场，不是为了别的，我要祝大家新春快乐。时间从指尖溜走，默默无闻中又是一个新的年头，寒来暑去，春夏秋冬，别再匆匆的奔。好的，让我们开始比赛吧。妈的，智障，吃我一锤。冰墙升起来吧，你知道吗，像这种白色的气液混合物我可以喷一天。你看我这胳膊的粗细，我举盾可以坚挺一天，有本事你就继续喷我。真的要继续喷你？哈哈哈哈哈！放马过来！我你二大爷的，你个傻战斗大锤，一心输出无心举盾。尼玛，刚才在直布罗陀也不踩车，非要去追什么原氏，我真是日了狗了。你要是不会你就换了。妈的智障，吃我一锤。哼，真是玩不起，说好的让我喷你自己受不了了，那我就只能远程输出了。哼，跟我比远程输出，老子不仅是战斗大锤，而且还是 AP 大锤。想不到你这个 AP 大锤还挺持久的嘛，我都有点出汗了。来吧，让我们激烈的用肉体搏斗摩擦吧，这种战斗完一身汗再洗个澡的感觉简直太爽了。哈哈哈哈！洗澡？动手动手，你们哪儿也进不了。妈的智障，吃我一锤。一定要在没有完全冰冻之前撞扁他，这是胜利的唯一希望。我贾小美特意前来这个战场，不是为了别的，我要祝大家新春快乐。好的，非常精彩的比赛，恭喜大锤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，Linecut。啊，请问今年春晚你会登场吗？可以用鬼畜里的台词回答吗？大家都指望着我呢。请问一下，目前守望先锋里只有一个中国英雄，你觉得寂寞吗？不寂寞啊，现在大家都会说中国话。操你妈逼，操你妈！那再请问你一下，对于守望里面谁胸最大，你是怎么看的呢？那我只能说，终于有一次，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获胜了。